你好，今天我们看一个电影的片段。这个片段说的是两个人离婚。对，不是结婚，是两个人离婚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婚礼，是离婚的婚礼。那离婚的时候，两个人做什么？我们看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人，一个男的，他是丈夫，一个女的，她是妻子。今天他们离婚，所以现在他是前妻，前妻，他是前夫。还有一个人，他是司仪。对，今天他们要离婚。结婚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女的穿白色的婚纱，白色的婚纱，可是这个女的她穿黑色的婚纱，黑色的不是白色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今天她离婚，所以她穿黑色的婚纱。现在我们看看她们做什么。第一件事，他们要发誓。他们对什么发誓？不是对天，是对钱，对钱发誓。如果今天他结婚，可能司仪问他，无论这个男的贫穷还是富有。就是不管他有钱没有钱，无论他是健康还是疾病，就是不管他身体好不好，你都要和他在一起吗？然后这个女的会说“我愿意”，可是今天他们要离婚。所以，司仪问他，无论这个男的多么富有、多么健康、多么爱你，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这个女的说：“对，我不愿意。”然后，司仪又问这个男的。他问他，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无论这个女的多么漂亮、多么动人、多么爱你，你都不愿意和她在一起吗？”然后这个男的说：“对，不愿意。”好，结婚的时候我们要戴戒指。所以离婚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？对，我们脱戒指。然后司仪说：“你们要不要最后吻？最后一吻。”大家说要要要，因为大家觉得很好玩。可是这个女的她说不必了吧，就是不要。然后这个男的他也说不必了吧。结婚的时候我们贴。
贴很多很多喜字，喜有两个喜欢的喜，喜字。那离婚的时候我们做什么？啊，对，我们捡喜字，然后我们烧喜字，烧。司仪说，现在你们像熟人一样握手吧，因为现在他们不是夫妻，他们是熟人。熟人是什么？熟人就是认识很长时间，不一定是朋友。对，所以他们握手，然后拥抱，拥抱。然后四姨说，离了，就是你们离婚了，也是好朋友。好，这就是他们的离婚婚礼。现在你们看这个电影的片段，然后看看你们明白多少。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5年的婚姻，从夫妻变回熟人。请你们对钱发誓，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、深思熟虑、义无反顾的。芒果，你诚实地回答我，把手放上。从今往后，不论香山多么富有、多么健康、多么爱你，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不愿意。香山，你诚实地回答我，从今往后，不论芒果多么漂亮、多么动人、多么爱你，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不愿意。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。我替你们挖坑埋了。要最后一吻吗？不必了吧。那就不必了吧。他们说不必了。下面捡喜字儿。那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。去啊，去啊，去啊，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。抱吧。离了也是好朋友，上买卖不算交情。你喜欢这个电影吗？
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。我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